夜我又来到你的床前，看见你站在车上特别可爱，悄悄地暗恋你一年多了，今天你要敞开胸怀，该你了。你走吧，我妈不同意啊。哎呀，大这摄影师都笑场了。行了，儿子，咱们呀到别处拍拍，你看他们这演的多好呀，看看别地儿啊。行好，你们慢慢练着。我们拍的还不太成熟呢。啊，没事没事，慢慢拍啊。回头再拍啊。好嘞。你歌唱的不错呀。是吧，我跟你说我歌能唱到这个水平，我天天练呢。哎呀啊，练呢。哎呀，你知道吗，刚才就是差，我都心动了。我刚才真的假的？嗯哦，小黄妹妹，我跟你说我这是唱的小歌，我要是给你唱一首意大利原文的爱情歌曲，我把你唱酥了。哎呦，信不信？你还真是。哎啊，我好像忘了点啥呢。晾衣服吗？我说这个干什么？你说我，你不说我也想得起来。钱什么，我告诉你啊，麻溜把车给我开走。如果你现在开走，我们俩的恩怨一笔勾销。小黄，你今天非得把衣服晾我车顶上是不是？必须的必。不行，我帮你行吗？我帮你，你这样晾啊不好干。哎，哎呦，你要早这个态度，我还跟你吵啥了？哎，我给你晾啊。对。哎，这样晾不好干。哎，你看这样多好干。哎呀，这样好。不是，你看这样。哎，干什么呀，钱什么？这就好干了。不是，你车上那么多土，你给我衣服弄脏了。你还知道脏啊？啊，我这车不也脏了吗？哎，这样，哎，好嘞。我俩死磕是吧？谁不会呀，钱什么？干什么？哎，不是，小黄，不是，这点水不够。不，你打水去。这要是给我洗洗车，那我可太高兴了。打水去。钱春风，对不起了，我这个水里边有洗衣液，待会儿太阳一晒白花花的。哎呦，这车老花了。好，你给我玩绝的是不是？那你给我钱，我洗车去。你给我钱我洗衣服去。你给不给钱？给。叔阿姨，你们就是在吵架。没有。谁干？没有，宝贝儿，没有。没吵架，说话声怎么这么大？你谁跟你说话那么大呢？耳朵不好。对，说小了。我觉得你们就是在吵架。没有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听叔叔的话，你到别处啊再去拍去啊。我们还没排练好呢，排练好了你再拍，好不好啊？对呀，完成作业嘛。哎，快去吧。乖啊，好吧。你看看这孩子乖的，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丢脸不丢脸？你不丢脸？让人家孩子拍下来，交到学校播出，你可就出了大名了。你我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出名，你不出名吗？行啊，你今天非这样是不是？啊。你干什么？我擦车。你我干什么？我擦车。我那衣服可贵了。可贵？我这车还贵呢。你干什么？行，钱顺风，你干什么？我喜欢你的车吗？你干什么？我外面给你洗完了，我给你洗里面。哎，你敢？你看我敢不敢？哎，小黄，你们俩这朱丽叶、罗密欧之后，这是哪出啊？哎，泼水节啊？泼水节？对。啊。远方的客人，请你留下来，请你留下来。嘿，真多呀！哎，我太佩服你们了，你们这彩排都动真格的。要说你俩这关系，真是融洽呀。妈妈，他俩不是关系融洽，是在吵架。啊？这是在吵架？那个小朋友。小朋友，叔叔阿姨，这哪是吵架呀？你看错了。我可以看错，但是我的摄像机看不错，我都录下来了。啊！我要把你们这段反面教材交给学校。我的妈呀！不是，这不行，这不符合你的作业要求，是吧？对，删了啊！我不老删，你们俩骗人。你看你这孩子，那你怎么才能删呢？有什么条件没有？我在家做作业做错题了，妈妈让我写十遍。啊，你们俩做错事了，就把这些标语念十遍吗？啊，
完你能删不？能啊，一定删了啊。行，你看吧。怎么的？都怨你，都怨你。念吧。离我远点，离我远点。社区是我家，我们是一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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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呀、啊，我们是一家啊。这是小黄妹妹，咱是一家啊，咱干嘛这么打打闹闹的呀？哎呀，钱顺风，你知道不？其实我一直都把你当我亲哥看。是，我也一直把你当妹妹。那今天咋的了？这是？那是不是刚才我过分了？没有没有，我是哥，有错都是哥的错啊。这么的，哥把你衣服弄脏了啊，我拿回家，我们家有洗衣机。谁家没有洗衣机呀、啊？我不就想省点电吗？嗨，哎，你是不是车没地儿停啊？我这两天这不给人家装修呢吗？我有车位呀，我爸正好把我车开走了，停我家去。真的？那就谢谢了。行了，你们俩别说了。其实我刚才没录。啥呀？你刚才没录啊？是，刚才你们现在的表现可以录了。可以录了。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因为我们是一家人，相亲相爱的人。